大外甥，明天你是不是要过生日啊？啊，你多高？我176啊，咋的了？嗯，哪一年生的？别逗了，小姨，我奶奶生的你还不知道啊？99的。嗯，小姨今天高兴，赚钱了，说你多重？那我99,999斤重，小姨。笑啥呀？嗯，说吧，想上哪玩？这么晚了，有啥好玩的呀？还不如跟我回家玩游戏呢。什么游戏啊？就是左下角一亿人都在玩的三国格斗手游，操作简单易上手，就这样单手转转就行了。我平时都用这个游戏练手速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去练练。那就赶紧点我左下角玩吧。现在进游戏还能领500连抽，我就轻松抽到了版本之子吕布。你还别说，这吕布还挺萌。你可别看他萌，战斗力杠杠的，一个技能就能横扫千军万马，暴爽割草，休闲解压，吕布强度拉满，轻松打到800关，好猛啊！一会儿我也去试试。把你闺蜜也叫着。叫他干啥呀？他也在玩这个呀。我还有个项目，顺便找你闺蜜洽谈一下。项目？啥项目？这个项目很深奥的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叫了也行。那你把上次跟咱俩吃饭那俩小帅哥微信给我推过来。一个。哎哎哎！成交。他做红窗边的浓妆，唢呐。